还能不到四十岁还要管，就是为你爱，就是我崇拜你，就是为你爱。
你没有错到共产党的
就没有戳到共产党里面，他抓的爪子嘛，抓的。来吧，我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那个社会，我是看得太透了。我周围的没得存在这种接触的人，晓得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就是导致了我自己越清醒，我自己越。